八拜之交是指哪八拜？八拜之交是汉语成语，意思是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，夜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，旧时也称异性结拜的兄弟姐妹。八拜之交指的是管鲍之交、知音之交、文景之交、舍命之交、交妻之交、鸡黍之交、忘年之交、生死之交。成语八拜之交有一个典故，宋朝时候，文彦博听别人说李绩为人很傲慢，便想挫一挫李绩的锐气。李绩的父亲是文彦博的门生，李绩是晚辈，文彦博任北京守备，李绩听说文彦博来京，特意前来拜会，文彦博却让他在大厅等了很长时间。见到李绩之后，文彦博说道，你的父亲是我的门生，你就对我拜八拜吧。李绩因辈分低，只得向文彦博拜了八拜。